Hello,大家晚安。Hello， 你们一定看不出来哪里变了。Hello， 先播个音乐。最怕的问题，我昨天就跟你们讲，昨天还是前天就跟你们讲，我今天要干嘛？今天去物美。谢谢冰少璇的爱心气球，好像有点漂亮，因为这样有化解嘛。我等一下还要拍那个反图。雾蛮久的，干嘛？谢光泰的水晶四叶草。我昨天晚上在看原音的直拍，干嘛？不好拿我的化妆包，好吧？干嘛？在直播啊？粉的跟灰的。我的眉毛好像有点太细了，但是今天那个物美姐姐很漂亮，她长很漂亮，很有气质的那种。现在 Kusi 的随机人气票，人气加30。那 QA 笑到最后，喜欢就好。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在看那个、幽灵水晶？谢谢卡尼的随机人气票。I'm the baddie, baddie, baddie。我之后再发今天的。这是这首。谢光泰的月赛会员票，刚回到家，还是你说你想看彩洁水晶？我没有啊，阿妞，我眉毛会很怪吗？还好，我是觉得有点细，等它结痂掉我们再说。谢谢鱼的好的萌新会员票。谢阿荣的爱心气球。我好看，谢谢。这画法感觉有点成熟，怪好看的，谢谢哦。大家各位女生们可以去物美哦，我之后会发跟这个物美姐姐的
洞洞，谢谢荣哥的樱花花束，谢谢。那物美姐姐真的很漂亮，她其实长得有点像我，就是我之前高中说很漂亮的那个英文老师，很有气质，真的有点漂亮。为什么诗雅大家在断钩？他今天有直播吗？好像有，我早上在化妆的时候好像有看到。谢谢吉米粥的忍不住想你，有忍不住去想你。都问他不玩，可以介绍给我们？不行啊，你们找你们的女生朋友去物美。我有推荐给那个姐姐一些，就是小迪啊，还是谁谁之类的，可以去物美。就是物美就算了，我还被漂亮姐姐物美。他说他原本在台中，然后来台北，想要搬到台北做这样子，所以他在做几个 model。叫什么他？可以吗？我这样子正常吗？真的觉得有点不行，就是这个刘海怎么塌？男生也可以漂吗？可是他们有在做男生啊。后来又要这边画对，但现在还很深，因为他要等他掉姐姐。其实物美就是算是刺青吧，是吗？就是把颜色刺上去。现在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方便，香水好香哦。跟你们讲，我最近的新欢是那个黑莓与月桂叶，真的很香啊，好喜欢。最近一直在喷这一支，但我只有九墨而已。上次周年庆的时候买一堆的时候送的月桂叶。黑莓玫瑰，对啊，刺青的导物跟物美应该差不多，应该是差不多。那你们应该镜头感觉看不出来，但是现在有点反光，而且现在很黑。因为我以前误过一次眉，然后我就有跟他说，我上次就是留色不怎么好，所以他就帮我加强了。喜欢这个物美姐姐，而且她很温柔哎。就是他讲话很温柔，很可爱的感觉。他整个人就是一个温柔姐姐，大家要定期去补色。那就跟刺青可能有点不太一样，刺青就是永久，但是物美就是要一直去补色。我觉得黑莓与月桂叶很香，我最近真的很喜欢，你们可以闻闻看。你刘海真的，一言难尽，但有越来越薄的趋势耶。是我把它留薄，还是我头发变少？最近买的是我的温柔姐姐，我是吗？哪个牌子的香水就买了。
不用画眉毛，对，不用画眉毛。等它结痂掉完之后就好了。有点细耶，这样看起来真的有点细。定期去补，大概三个月补一次颜色。但我刚误睡，可能一个月后要回去补色，然后之后就可以撑三个月、半年之类的。每个人的留色的那个时间不太一样，有些人可以留比较久，有些人比较容易掉。没大姐夫，他眉毛看起来极为精致，他现在真的太那个太深了，然后我刘海又蛮薄的，我挑的眉心好细，没有哎、欸，其实原本没有那么细，不知道为什么雾晚变那么细，但没关系，补色的时候再说。补色的时候再说喽。二十一 P 突然变1080P 的感觉，因为只是刚悟完。这样很，我的表情变得很生动哎。怎么那么细啊？我越看越细。而且在镜头里也太明显了吧。挑眉很明显。挑眉很帅，先跑了又跑了，为什么？英国鲤鱼挺好的，但是新的味道不是吗？也蛮香的，但我最后没有买。因为我有英国鲤鱼小苍兰还没用，然后我最近还有蜂蜜与杏桃花的旧梦，然后后来上次诗雅知道我喜欢，他就把他的以前的那一罐，他说他以前大学的时候还是喷那种甜妹香，他现在长大了他不喷了，所以他就把那个给了。我觉得香水真的是一个大坑欸，我完全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大坑。头补一下妆。很想拍那个欸，就是很想拍。我要讲什么？很想拍化妆的影片，但是呢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会有人看吗？而且这样我就要露出素颜。香水确实很烧钱，美妆影片对，免费的香水太好看，对啊，他给我半罐。美妆主播吸女粉。可是很难欸，我上次那个睫毛影片也没有很多人看，我原本以为他会很多人看，但我又在为难你们，我为难你们看很多遍，但是那影片就是出不去欸。哦，那个姐姐很可爱，她还帮我修脸的毛欸。他很可爱，他就说我平常会修，因为他原本帮我修眉毛，然后修到上面的额头可能有一点毛吧，然后他就帮我刮掉，他就说平常我会修吗？然后我就说不会，然后他就帮我把这边的脸的毛也刮干净了。不要太快上，才没那么快嘞。怎么可能我讲完就上素颜超真的没有素颜，大家要看，可是因为放在 Reels 很难剪，我也不知道放 Reels 的话
可是如果放现在也没有 IGTV， 我不知道、欸、如果查影片的话会有人看吗？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，爱沉默变成你的武器，怎么就开始了战争，双方居然成为敌人。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，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，岁月在黑暗里丢失，误会中心知识类的美妆关系的人。对啊，是我应该是不会开一个 YT，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，因为 YT 有点太麻烦了，要准备的东西有很多，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handle， 我现在每天忙我的作业就够了。唉，没事，我还年轻，火上加油。但 YT 也正在走下坡，现在就是短影片的流行了。我就在想说，如果短影片的话，化妆要怎么呈现？对 ，YT 不让我拉着重看，可是我那个Rose 其实也可以，我不知道他有些可以，有些不行。也不愿意给我自由，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，把沉默变成你的武器。那我最自豪的还是我的化妆技术，我真的很自豪，就是我这五年来努力的心血。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，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，岁月在黑暗里丢失，不会重新开始。曾经把你当作天地，今天的姐姐也称赞了我的睫毛。为了你我分离了，拼命了，到这步将沉迷是自己。你说的话一如炸弹，夜幕后呼吸变困难。可以开化妆吧，会有人想来吗？化妆不是小打，是大事。疯狂说时很难那个哎、欸，疯狂说时好难好难那个、喔、好难看、喔。谢伟的热气球，好难哦。你们可以学啊，你们也可以学化妆，以后帮别人化，强迫你们学。今天开一，这种短片节奏要多的好。对啊，因为这影片很长，但如果是我要拆开的话，比如说底妆，我之前开问答的时候，有人说想要我教底妆怎么画，但老实说我平常不画底妆，我都是直接遮瑕跟提亮这样刚刚好，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看。然后眼妆的话好像可以，眼妆卧蚕的话，大家应该会蛮好奇偶像的妆怎么画。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时间，大家是在辅大看那个看安妮是吗？怎么感觉今天人很少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
怎么办？我这边睫毛一直弄不翘。哦，今天本来也要做那个睫毛管理，就是把睫毛弄翘，就是因为后来就是那个姐姐忘记她有跟我说要做睫毛，所以她忘记带睫毛的东西，所以她说下次补色的时候再去。我睫毛膏呢？睫毛膏在哪里？恭喜夜兔成为粉丝团，现在大家出去晃。是哦，你们不是说你们都很宅吗？还是我开得太突然了？因为我原本不知道雾眉会弄多久，然后就是不雾完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时间好像可以开一下。怎么办？我睫毛快掉了。我上次开了一个新的睫毛膏，然后就是刚开没多久，一个新的睫毛膏。然后我去宜兰的时候，我忘记，我好像把它忘在车上了。再看金钟奖哦，今天有金钟奖哦，是我错了，我开错时间了。好了，大家看金钟奖的话可以去看，没事，反正我还会有直播。金钟奖是颁什么的？音乐的吗？不是那个金曲奖，金钟奖就是电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觉得才刚看过金钟奖？之前阿丽那个是金钟奖的，对不对？哦，电视类是金马奖，太难了吧？那你们今天就没有别的计划了，是不是？我一直在弄睫毛，现在就是一个动睫毛的女朋友闲聊 time， 好不好？你们代入一下。而且希望我现在表情没有很丑，我没有办法控管。最近作业还是好多，救命！刘海一直弄到了，哎，微博不确定哦。今天有姐姐，今天有播，他几点播啊？我们会不会撞到啊？可是就是因为撞到，我这边现在才没的。快点回来，不能只看他。好了，这样弄完。我前面已经要撞到了，没事，我不要把它点而已，尽量撞。对你始终依恋。你要弄睫毛，男友都在做什么？就看电视这样。好的 ，my friend。前几天都在肯定，这周就播这一次。那你们一定都不会在这里。谢谢卡尼的啾啾你哦。今天很值得拿日榜第一哦，今天蛮漂亮的。我一直都在，你没有讲话，我怎么知道你在？雷猴，雷猴，我想一下，我还学了什么广东话？快点教我讲广东话。你好，多谢你支持。好久没讲广东话，很久没跟小迪斯坦
80%重叠的粉丝群，收赔啦，收赔啦！我真的都是学到脏话，我学了很多广东话的脏话，但那些都不能讲。广东话的脏话是不是都很脏？这都比较好玩，可怕，收赔啦！对，广东话是不是都骂得蛮脏的、啊？脏话是很都很拍，后街是不是其实也算是那个、啊，也算是脏话，也不到脏话就是不好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单纯的以为后街就是谢谢 Around Us 的人气票，我原本以为后街是就是跌倒这样后街。先第一期骂很脏，佳佳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外文从脏话学起 ，BLM 是什么？哦、oh ，我知道。哎，我突然刚就突然惊鸿一瞥吗？就想到了，算脏话，学校还会罚哦。以前电视不能播。我以为是跌倒，对啊，我以前因为以前不知道，可能以前比较常听到破街，然后我就会以为破街就是跌倒的意思，就是说哦，我刚刚破街这样。或是妈咪以前跌倒的时候就会说你破街哦这样。我今天真的有认真一点化妆，因为今天去雾眉。然后我今天出门又淋了一下雨。天哪，我想要梳子，现在在哪里啊？真的梳子哎。我最近又一直很挣扎，因为我觉得我刘海变薄了，好像就是头又变秃了的感觉。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刘海变薄比较好看。你们觉得哪一个好看？你们可以选，你们可以做选择吗？帮我选择一下。而且我真的很讨厌下雨天，我头发会变很塌，而且又有那种静电的感觉。我真的弄刘海可以弄一个小时。我快被我的刘海戳瞎了，这个是雾眉了吗？对啊，我刚你刚刚还说你都在，我刚刚已经分享很久了，我刚刚一直在分享，谁要帮我拿梳子？我快不行了，我这里有梳子吗？哦有哎，我这边有梳子，找扁梳找老半天。我直接抓包网鸡狗狗。好多了，刚进来，没有吧？我刚分享的时候你不是有在？好想要他赶快掉完结痂，现在好黑哦。我的美肌是不是一直跑？我的大眼，有人开播了，他要跟我抢生意。你们不可以去那边啊，我们只可以双开。谢谢博成的告白气球。我刚进来，有时候一直在大破功。海量的科批破改图，大家都以为是跌倒。开放双开，对啊。蜡笔小新，蜡笔小新没有比较粗，不是很细，超细的。而且在镜头里真的好明显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
好吧，我已经，我应该，你们帮我计算，我应该梳了十分钟的刘海。你们赶快祈祷我的刘海变好，可以吗？快把我的手封住，我已经没有办法，我一直在碰我的刘海。这就有一根一直不分开啊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眉毛好黑哦，后面还有一个一两个礼拜才会掉完结痂。谢谢数学课本的猪猪你哦。每根都要符合预期，对。天气不会变动，对，但我现在没有办法拿发胶。但直播的话还好啦，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，不太会。我没有一直动的话就不太会动。我在讲什么？我讲一个很烂的话，我没有一直动的话就不太会动。好，没有，没关系。谢谢切东的掌声鼓励。刚放年的时候每天烦恼刘海，对。但今天那个物美姐姐说我的额头没有很高，哎，我跟她说我额头很高，所以我一直都留着，她就说还好啊，觉得蛮刚好的。听君一席话，不听一席话，就君你可以让我放下梳子，没有，我已经梳完了。我梳刘海的时间累积起来会比化妆还久，不会啦，化妆真的很久。你们要知道，为了见你们化了一个妆要花多久的时间？见你们我都有特别精致哦，重要场合还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。珍惜珍惜，太抓可怜。那个人面貌好像连成一条线，为什么？刘海皮型好精致，对吧？突然想看素颜，我是不是就比较闲了？不会啊，我还是要化妆给你们看，就像你们说你们想看素颜，还是必须化妆的哦。啊，我昨天看到那个，你们在看韩剧吗？可能没有，就是那个什么叫什么，不是，那叫什么？我的学姐，不是，秀智演的一个新戏。而且我其实原本很不喜欢公主切，就是我觉得公主切很难好看，但是秀智剪，我就是真的觉得很好看，就是我第一次有觉得公主切好看。就算我之前喜欢。蛮喜欢默默，可是默默剪公主切我也觉得还好，我可能 get 不到这个发型，但是那个这次秀智剪我觉得好正，完全完全很正。내것이다还有哪里要补？다시는절내것이라고부르지마세요하면내사람이라부를까差不多了。之前我在看《不保龄》，是那个吗？大力女子，她出新的。昨天爸爸在看，我还想说，怎么那么像？就是怎么可能男女主角又在同一部戏又一样？可是我觉得她改名很酷哎 ，Stress 不是采访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喜欢娜娜，娜娜现在是我最喜欢的脸，
随便讲一点就知道。对啊，嘟娜是嘟娜吗？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追，是斗娜吧？是嘟娜？什么斗娜？我以为是斗娜。反正我真的很喜欢看美女。我觉得我看美女胜过看帅哥，因为不知道哎、欸。但是看美女我又会觉得很焦虑。但是我觉得看美女的好处就是可以就是想要怎么变成那样，照镜子没关系。第三集客串收视冲高，什么客串？我也喜欢看美女力不含苞，蒲宝英是妹妹戏，你是不是比较没兴趣？对，可是我昨天有看，我觉得蒲宝英变很漂亮，就她之前在大力女子的时候还是那种比较可爱的那种，但是我昨天看她就是变蛮精致，然后蛮好看的。美女仿妆嘛，对，我就会想要仿妆，像张元英超级不正。我真的有，就是我前几天不是分享那一篇他的贴文吗？我那个是真的是被震到，我那时候好像在上课，然后我就点开我的 IG， 哇，我整个心脏暴击，怎么会有人长这样啊？真的很扯，他跟我同岁，你们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们同岁哦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这是什么生而为人的差异啊？明明是人，可是我们差距却这么大。我怦然心动的时候，我很常怦然心动啊。我每次看到娜娜的时候，我也是被美到心脏暂停。对，上课点开我的 IG。而且我不知道，她真的是天生的。还有 Yuna 也是啊， Yuna 好像也是同岁，还是大我一岁之类的。反正 Yuna 也很小，但是他们都是大美女，大大大美女。猫咪大姐姐六周年，大大大大美女，都是大美女，救命！怎么会这样？而且我昨天看一集的一场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跟你们分享。昨天看一集的一场，就是他们表演，然后因为他们现在剩四个人，有一个人在休息，哇，超级超厉害，就是他们跳的舞都好难，然后强度很高，但是他们都还是跳得很好，然后很漂亮，这是我的目标。我也是大大，对，我是大大，每天都在宿舍耍废，起码是聪明的耍废，我好像不是聪明的。天它不会停留，我们一起，我不是聪明，我承认我没有那么聪明，但是跟姐姐来说，跟姐姐比的话绰绰有余，好不好？大家，我也不聪明，你才聪明。现在是什么互夸大会吗？我真的没有聪明，我承认我真的没有聪明，最聪明在范伟先生，对，这个承认，我一定是全家最聪明的人，但明明我也没有很聪明。OK， 但我很多小点子，我知道我学业方面可能还好，但是我有很多小点子，就是我知道。应该说脑筋动得比较快，我知道怎么样比较
最不浪费时间，是这种的。我知道捷径怎么走，很多事情的捷径。为什么我的歌都是这种很难唱的，我都没有办法跟着唱。换一首。学 QQ 能不能赢二姐？我也希望可以耶。谢谢网际狗狗的千纸鹤，不要高一下，飙不上去。快点，我看一下现在谁是第一名。数学课本，数学课本今天也可以得到漂亮的我。谢谢勾点的爱心气球。陈夏直播的时候都在干嘛？唱歌。因为我上次不是去陈夏家嘛，然后那时候陈轩在直播，他唱歌超大声，就他在房间唱，然后他客厅又听得到，我们就会讲一下他这样子。真心都不能给，这才真的可笑。唱歌吧，不是好几首，堂歌是什么？他会拿麦，思源会拿，好像。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顾一切，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。表演乐器，他会表演乐器，拉那个吗？琵琶，唱到一半突然拉琵琶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不是打保龄球吗？我这一条超酸的，这里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一条，是因为打保龄球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这边超酸的，还是因为我太久没有运动，是这样吗？是我扭到拉到吗？我不知道，这块超级微酸的。铁手了，但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也没有打多少吧，是超级有点酸的。Baby Shark， 拿球不用到那条肌肉，那我为什么会？可是出去的时候不用吗？这很酸，是我拉到。我要怎么样的可以让留言在上面？我每次看下面的留言都眼睛会闭起来的感觉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平常没那样处理，用起来会铁手。拿几棒？我拿八号球，像是乒乓球。我脚是交叉派的吗？没有所谓交叉派，我们是保龄球课，所以我们有标准动作。标准动作的话，最后右脚会抬起来，微抬啊，就是会变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就是手抬起来，然后脚也会微抬。老师教的标准。洗勾牌，对，我也是洗勾，真的不会打保龄球，而且我觉得打完一整局就整个手超酸的，那可能就是它有一个标准的保龄球动作。所以我们保龄球课不是就是玩保龄球，我们还有练动作，抬脚比较好一点，我不知道他就是说要抬重心吧，应该是说重心要在左脚。对，差不多这样。那你们觉得我要换
又回到一个手机话题，八乐五七十，你们觉得我要换14还是15 Pro？ 你们是不是说14 Pro 没有了？双手丢曲球杆就不会贴手。可是老师他有规定的那个姿势，只用手的力量丢球的时候会很痛。去买新不买旧？可是15的相机真的拍起来很丑哎，它很锐化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芭蕾，用到坏的就直接追星。但是就是相机很不好看，然后三颗镜头会一直跳，这些是我犹豫的原因。对，六磅或七磅，因为我那时候只看到八磅，所以我才拿了八。我下次找找看有没有别的。我的话选15，选15。14 Pro 你拿去旧换新，可是我没有，就是你们不是说 Pro 是旗舰机，所以现在买不到 Pro 吗？14 Pro， 现在你们不是说现在只买到15 Pro？ 我其实也不太确定。阿 Kia 的狮子座小火箭，谢谢。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小火箭可以收啊？谢谢。是不是有粉红？是什么星座小火箭？有些通路还有货，那我应该想从官网订。奇妙的礼物和随机的哦，那蛮水平。我最近常常播直播播到那个失焦哎。Hello， 汉汉。不能再和你牵手，委屈时候没有你。周遭有没有人实际？有啊，上次就是用了陈思源的 Pro， 我才觉得那个相机很丑，就他那个真的太锐化了。同一个角度拍起来的照片，然后他就是拍得很丑，就是很锐化，然后又颜色又很恐怖。看脸就好几拍，对，会失焦。手机镜头都是往越来越锐利的方向发展。可以越来越锐利，可是我不喜欢它的色调，就是不知道很苍白的感觉拍起来。那女生不见得比较好。在一切东。偏灰，对对对，就是灰灰的，然后很像熟了一样这样。现在连播修好了吗？还是买相机可以？我剩十分钟也可以，我要找他连播一下。我现在很无聊。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，理由我们都已接受。你好吵哦！你微笑只要我加油。叫你看啥？你们有听得到他的声音吗？谁的声音？不是，因为最近连播都坏掉，最近连播就是两边的观众都听不到对方的声音。听得到啊！好啊，很棒。哎，有没有人跟你讲那样查完整？什么查完整？我快下播了，我想说来玩一下，因为我很无聊。
大家看了那个吗？欸，你知道你的声音超大声吗？你知道你的声音在我这边也超大声的吗？那我们这样，你超卡的是我的问题吗？他超卡的，欸，没声音。他有讲话吗？我完全听不到声音。没有，他没有讲话。我现在在什么？他怎么卡成这样？被消音了。你们听得到？你们听得到他的声音吗？什么？哎，我按到 PK 了，是什么意思？要干嘛？按的。我快下播嘞，我现在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是你按的？哎，对，我按的。我好奇那是什么。哦 ，OK， 我懂了，就是一个送礼的。谢谢荣哥的千纸鹤，谢谢幻影战士的红玫瑰，对，宝瓦的一颗星，导演，好，带你去流浪。你可以稍打架吗？谢谢 CKMK 的戳戳你。谢谢宝瓦的小号角，谢谢泰迪的红玫瑰，谢谢夏夏的忍不住想莫小姐妹，谢谢大家的白头，谢谢杨的五分钟内双方平榜，看特效时间，谢谢宝瓦，可以选的。哦，谢谢，太好了。小时榜贡献奖励。Hello， 阿志，我是有红包哎，还是我们两个都有红包？哎，没有，我有。你有红包？我有哎，没有哎，我有红包啊。你有吧？谢谢小白兔的紫色泡泡。把你喊输掉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谢谢卡米的告白气球。我刚那输的，那输的人要扮鬼脸哦。不要啊！谢谢，我不接受告白气球。我抱歉，不管。谢谢爱月月的粉丝团，谢谢，谢谢桃桃，谢谢一晨君。你的不是不是？的不一定。没有。会有特效鬼哦，不得要扮鬼脸，没有他就会有特效，但我有特效还是比较漂亮。没有，还有扮 YT， 什么 YT？ 我可以躲到镜头外，好 bad 哦，这样。你再说。采光太的樱花花束 ，PK 玩法宝典是什么？谢谢光太的樱花花束，我可以选是不是？好诶，那我立刻选。谢谢冰球选手带你去流浪。你的樱花不同步诶，哦，真的假的？超级不同步。那你要不要趁现在就没成？要我的那个 YouTube。哈？宣传一下什么？宣传我的 YouTube。卡到我完全听不到，你们也在卡，对不对？你们听他也是卡的。对，比较选择带你去流浪。跟切冬的红玫瑰。我不知道你是故意不想听到，还是真的卡？真的卡了，你讲话超卡的啦。那你这句又听得到，什么刚听不到？啊，刚刚就在卡，你问我啊，问你自己啊，你卡成那样子，搞不好是你卡。突然就是。想起来叶佩亚的 YT， 不要帮我宣传一下我的 YT， 我已经宣传很多次了，好不好？再多宣，我要叫大家一直去看呐、啊，去看呐、啊，大家去看好。去宣传，真的，开始在闪了吧？真的，开始在闪了吧？有人说用那个，对啊，肯定是我太正了。你现在就像一个鬼片，你怎么敢说你很正？重要的话都卡掉，我要取消联播了。取消，你取消我，哎、欸，还没比完赛也不行。是怎样？
怎样？是怎样？断掉了，断掉了啦，断掉了。上天哪，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？救命！快点跟他说我断掉了，我都快要念榜了，怎么办？我只是来跟你们说一下拜拜的，因为就是。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？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。我刚刚就是才差两分钟吗？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。我不在他身旁，你不能心。谢谢小詹姆的秋末浪漫会员票，这会影响时数，会超级影响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怎么办？好了，那我现在来念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先这样吧。开播0.9小时，几分钟内上线时数都算吗？没有吧？有吗？好，5分钟规则，那我先来念吧。怎么了？我刚在可能大概58分，快播到1个小时的时候，浪就是自己这样子闪退了，然后就我刚不是一直闪吗？然后它就是跳掉了，然后我就要重新，就是那1个小时就是浪费了58分钟。吐了，我已经很忙了，居然还要让我这样子跟播记录里没有，刚都没了，什么意思？谢谢王记狗狗的水晶四叶草，我想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挤不出时间来直播了，大家，好，没事。可以边直播边做作业，那我先念吧，好不好？现在念吧，日榜。好，今天的第十名是金米粥，谢谢金米粥，谢谢。第九名是网鸡狗狗，谢谢网鸡狗狗，谢谢。第八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，谢谢。第七名是荣哥，谢谢荣哥，谢谢。第六名是光泰，谢谢光泰，谢谢。第五名是冰彻玄，谢谢冰彻玄，谢谢。第四名是 CKUMK， 谢谢 CKUMK， 谢谢。第三名是康妮，谢谢康妮，谢谢。第二名是数学课本，谢谢数学课本，谢谢。第一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非常感谢清选今天的指定 pose。 那明天我要不要喝饮料？
我的曲折。把遗憾抱着，谢谢大家的枫叶会员票，辛苦了，不知道今天算不算，如果不算的话就是之后再说，对，我可能会带着作业来的。这光打得好好看哦，你们有发现吗？这光打下去也太好看了吧。谢卡尼的音效卡，帮我想作业。好，等下这光真的打起来好看耶，这样。快乐，就是你们不觉得突然变有一种就是很灵动的感觉吗？谢谢玩机狗狗的小号角，这一台是有趣的吗？撒娇表情吗？有点是。谢谢光泰的啾啾你哦，谢谢，但我要下播了。长榜第一，撒娇表情，好，我努力。哎，很漂亮哎。你们看差很多哎，啾啾，这就是一个反光板。好啦 ，OK， 大家拜拜，下播喽。以后都这样播可以耶，拜拜。有了，拜拜。而且我的口红超级爆闪，好，大家拜拜。